接下来有请您欣赏相声《金盔铁甲》，表演者烧饼、陶鹤阳。哦，您换一场，接力场，接力场，是啊，刚才是我们两位青年优秀相声演员靳鹤兰、朱鹤松，对啊，联袂奉献了这么一段优秀的相声作品啊，啊，两位靳鹤兰、朱鹤松的粉丝呢已经走掉了，谢谢咱们，希望您下次再光临啊啊，靳鹤兰、朱鹤松两位，好，两位的粉丝走掉了，谢谢，又换了一个座位啊。这个刚才两位说的，你怎么那么不听？来这儿都不得给大家伙儿多说一点吗？所以不能闲着让大家伙儿按字儿听都觉着花这个钱值，不用说那么长啊，特别开心是啊。这个为什么上个礼拜没有演出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在长春的时候呢，嗯，很荣幸的对感染了甲流啊，他先流，他流完我流，真的特别棒。嗯，这个病啊，堪比新冠。哎呀，谁得谁难受啊，连晕带拉，这个病好。对，这个我都瘦了。开个小玩笑是啊，希望大家伙儿都健健康康的。对，到我们德云社来听相声啊。说实话啊，德云社这么些个相声演员，嗯，在德云社啊，每个人啊，其实属性大家伙儿比较了解。您指什么属性？您看有人说啊，这位有什么属性啊？比如说他这长得好看，有有，我们单位很多长得都漂亮。比如说跟你没关系。说话多么的扎人啊！这个有好多好看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啊，像什么孟鹤堂啊，啊，啊这个老秦，老秦，嗯，啊，张云雷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郭麒麟，哎，大林可以，哎，啊，烧饼，烧饼，栾云平都已经归到好看这栏里了吗？观众现在对直弦都已经开始产生了，你下班了，朋友，你下班了，提谁不好，非得提栾云？不是，他是领导，但是不是你的领导啊？你没有这么必要谄媚他吧？栾云平都比较好看的，好吧，他好看，尤其尤其没办法，确实是，是是是，好看好看啊，很多好看，哎，这是属性，你可以占一个呀，身材好。身材好啊，那健身嘛，这全单位不就你一个吗？那可说相声又不脱衣服，对不对？咱脱德云社都得干成那个，我老给自己惹事儿。德云社都得能干成那个，现在大家伙朋友圈都有去泰国的吧？啊，去泰国芭提雅那种网红的男模餐厅。哎，德云社一个个肥腻的表情站在那边给您说相声。给您热舞啊，您边听相声边在边上脱衣服，然后把您的手摸在他的胸口跟您一块合影啊，对，一边跳一边甩肉啊。除了你没一个能干出这事儿的，如果你们不乐我还脱，是不是这样？德云社身材优秀的很多，不只说我一个人，鼓起来的就你一个，哎呦，鼓起来的更多，孙老师那都没地儿鼓了，他已经鼓的身体都小了，是是是，最近是这样，牙都挤歪了，对不对？很多，对对嘛，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位德云社，说是富二代，富二代啊，哦，哪位啊？秦霄贤啊，老秦啊，家庭条件好，说实啊，他家里边不就是趁着几个酒店？那倒霉无人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不是，眼睁就是他不就是个房东吗？啊，那是人家的事儿，咱就不评价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靠租点房，家里边挣点钱，有人租他叫富二代，没人租空着。完了，那人确实一直租着呢。完了，对人家的事儿，你就不用管人家。你看有钱人，谁没事儿喊自己多有钱啊？你看比尔盖茨，人家多得说过我有钱，他也不用喊了，现在人家别人都帮他喊完了。
人家有好多中国呀，有钱人太多。不是，我明白这个意思啊。你的心态就是自己有的东西自己不能喊。你看他从来不说自己身材好，都是我们在这吹。来烧饼健身练好，好个屁呀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不就是说点无所谓，跟我没关系。是我没说，我也没有。我的意思就是人家的事儿。确实是，但是说实话，德云社有啊隐形的富豪，只是大家伙都不知道。你看，别老揭秘。你说我那就我啊，那网上的各位没看的公众号推送，啊、为了来北京说相声，家里边把房都卖了。各位还不信吗？不信。都把房都卖了。那不是小的时候为了学艺吗？哎呀，有钱谁卖房啊，各位？有钱都往外租房。那倒也是，对吗？真正有钱的人，人家不言语，很低调啊。有这样的人存在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四哥，干嘛怎么扯我这儿来了？哎，那位是慧眼识珠的人，我怎么胖的那么厉害？他属于那种跑山猪，还是黑猪？都往自个儿身上加这包袱的吗？慧眼识珠，我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我这姿态很低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不是怎么就曹老师有钱？哎不，没，咱俩人是搭档，收入是一样的。哎，收入德云社是。哎呦，最近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，演员一到三月份啊，那都是提薪吊打。为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也不光演员，不光演员，是所有人都是三月份啊。对啊，三月份，嗯，演员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大家伙下不下过一个 APP 叫个人所得税？啊！我今天我都想刷共享单车了。曹老师，那是纳税吧？哎，别，跟这没关系，就工作了，正常单位咱演出挣钱。哎呦，曹老师，纳税大户，纳税都行。纳税是哪个税啊？来吧，合着我一天天我外边流浪，这儿睡那儿，那儿睡那儿，我跟谁睡？卖寂寞了，这包不是那么理解的。不用，你要干。我这就是人家不光说德云社一个说挣钱的门路，家里边人家有买卖，这个我必须反驳你。那是长辈人家打拼下来，自己干自己的工作，你别老提家里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干好本职工作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是啊，都这么说。郭麒麟也说，我没有我爸爸，我一样是一个好演员。你不能用这种东西来否定个人价值。哎，那得前人栽树，后人喝水嘛，对不对？乘不了，没有说扎一朵做树油，乘不了，这个万一是个橡胶树呢，是不是？说完我就成轮胎了。确实。家里边有钱，那能给我花吗？不能，打死都不能。但是不还是您是幸运的，您是好。行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我就说还是自己挣，你这价值观正，自己挣钱。挣钱，对了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这是肯定的啊。对，那但是家里边不否认啊，条件还可以，不否认。大家伙可能对人曹老师不了解，不还有来有说、啊。真的啊，家里边祖籍啊，东北啊，东北人的，你不也东北人吗？东北人多了，卖逃学艺的没几个。哎，被公众号写的稀了。咱们不用配合你的身世，就非得这个告诉你。你别到时候走。我是饿，我也是饿。曹老师家里边在东北啊，那个地儿一般人不知道啊，齐齐哈尔。那怎么了？那都知道吗？哎呀，齐齐哈尔，大家伙儿、知道吗？管人家知不知道？齐齐哈尔，大家伙儿了解吗？了解。出
哎，烤肉，这是一个吃货，可以说吃主，不用说吃货。齐齐哈尔 BBQ 啊，那是全国闻名啊，对，那个特殊啊，但跟他们家没有丝毫的关系。那你说他干嘛？仙鹤啊，对，鹤城嘛，叫丹顶鹤之乡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所有全中国看见的丹顶鹤，都是从他们家飞来的，也不尽然呀，就是他不一定都是从我们那儿飞出去。哎，对，人家家要说驾鹤西游，那他们家最棒了，反正就是鹤累一点呗。导游，你有病吗？上次去我们家，我请他去，他都不去，他怕着带毛的，我儿子，他那鹤给他叼走。前两天去野生动物园看见鸵鸟摔倒了，都给我吓够呛，这样的他都不行啊，我都要躺地上了。工作人员以为我碰瓷儿，就给我扶起来了，也是有点出息。确实，那个地儿啊，人家家挖矿，门前儿有矿啊，挖矿，对，鹤呀，鹤腿厨啊，拿鹤刀子。开始是挖矿，后来这鹤嘴就切没了，改扁嘴的了，徐乐豪不是，那你接说，齐齐哈尔最有名的是什么呀？芭比兔嘛，重工业啊，重工业，这话对了，对吧？没错吧？重工业过去来说是好多的兵工厂啊，都改进了，现在也有了啊，对，这是人家当地的土特产。哎，这确实老一辈的，对，兵工厂在那儿有吧？对，过去齐齐哈尔说有点什么土特产啊？哎 ，BBQ 仙鹤，哎，扯淡！谁家探亲过来，临走送俩手榴弹，没事就拉钱儿。也就你爱这个，就说就是玩笑，但是说人家家那边确实重工业办公厂，对对对。后来人家来北京，是不是大学在北京上的？啊，这个不否认，是。北京的高等学府，现代音乐学院，啊，对，那儿也念了，哎，学的吹口哨，真的是啊，没有人家吹，哎呦，我天哪，真的，人家吹口哨真的是，对，我给他吹一下，这家里人有毛病啊，送孩子学吹口哨，曹老师有一个绝活，能乐着吹口哨。我打头就是曲艺象征专业，对，从头学都是这专业，现代音乐学院啊，学的曲艺专业。这是真事儿吧？北大你念过吗？北方曲艺上大专班念过。没念过一本，一本，我小本子念的都不错。你北方曲艺学院，简称北大。你这，我就打头曲艺专业，就是人家家为了这个孩子学曲艺，现代音乐学院归上了啊，归上了啊，叫他打快板。对，起码是打击乐嘛。对，就人家就认着培养孩子。对，全家呀就迁移。迁移。迁移。迁移吧，还是迁移吧。迁移好歹是挪地，迁徙就不一定是什么来的。那丹顶鹤呀，给我叼来的。就是人家全家为了培养孩子，就到北京开始扎根。对，那么有钱，送孩子来北京学要饭专业。爱这个呀，就爱有节奏感，对不对？父母嘛，那可不容易。对，宠着嘛。我爸我妈为了让我学习嘛，好多对。别提这事儿了，你说这那都不容易啊，是对不对？当然后来啊，随着曹老师逐渐的学业有成了。啊，就找着工作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在德云社开始上班。是我大学实习就来了德云社。可不，那大学实习来了德云社。对，那阵德云社不行，
啊，对，那是德云社，哪有现在这么多观众来看我呀？没有，那他是没有，也没有这么多观众来看相啊，也不少了，那会儿也对不对？对，他父亲当年就想给我师傅投资，哦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。那不，可从那会儿我小孩呢，我来这儿工作十多年了都，对不对？那会儿不懂事。那你带资进德云社呀？带资进德云社？不是啊，对，不是，我师傅没要，没敢要啊，我以为是没要我呢啊，因为家里确实给的钱太多。对对对，不知道怎么建设相声剧场。要后来怎么办呢？家里人开始在北京啊，各个商圈儿啊买。啊，投资，哎，人家懂这个啊，现在懂了，现在你看有钱了吧？啊，北京这房寸土寸金，是都涨价了，确实不一样啊。人家家现在在北京，跟咱们平时住的地儿都，你瞧你个欠抽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各位，我不知道现场在座的有多少啊，是正根的。劳动人就大早上起来必须溜边吃炒肝，这个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有的话就不用举手了啊，让自己尴尬。对，你肯定在座的有北京人啊，北京各位朋友，土生土长的啊，有住在二环里的吗？有，也不少，你看对吧？好有钱哦。小朋友也举手，你也住在二环里吗？啊。啊，你好爱回答问题啊！但是人家曹老师啊，是一个东北人，一个新老北京人，人家竟然住在二环里，对，永定门边上那吊脚楼。最好把这仨字说清楚，吊脚楼嘛。最近您家就装修的是不是？有住永定门城楼子里的吗？你们家是保安？一家四口四个角站好了。站哪儿？这住永定门，我上这上班，我进的。来拿一盾牌，这边弄月牙子叉。一家四口，我不想理你，老提我家，是不是有钱？哎，有。二环里，有大四合院，有。不愿意展示，我这有什么自己挣自己的？你提这哪天你请大伙到你们家参观参观？那盛不下呢。哎呦嘿呦呵，还盛不下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家去，到时候去那儿你就提他就完了。啊，上我们家住啊？就提他，不用买票。行行，上我们家怎么还买票？去故宫不买票吗？怎么我跑那儿守夜去了？吊脚楼也不待了。你白天那儿站着，晚上工可真累。我一天天我太累了，没听说过。就二环边儿，二环边儿，对。哎，有一四合院，就在故宫后边儿，一个两进的院，也不大。说的多么的云淡风轻。废话，跟永定门比大吗？那你住鼓楼里的？你是敲钟那位？这建钢的，我们那建方的。在就后海南锣鼓巷那一带，对，喝酒也方便。有一个两进的四合院，小亮。大家都知道那边的那个地价，三个多亿呀，小目标企业，人家就那个院子，人家自己趁着车库。他就掏一个出来，掏一个，掏一个，你自己家的就掏，不是怎么掏？你再掏，你肾都掏出来了。我肾掏出来，我也买不起那车库啊！我家自个儿掏一块儿，挖一个，保留东北人说话的习惯，掏一个，掏一个车库，掏一个车库，确实有钱。但是他轻易他不住那儿啊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呢？那儿堵车，是这儿站完岗回去不方便。一般什么呀？老头儿太，对，哎，家里边呢有几个就是贴身的呀，这个佣人什么的啊，都是这么多年的啊，
老员工，对对对，从东北一块调过来。平时啊，有时候我这人我愿意溜达呀，那他哪儿不溜达？我愿意溜达呀，我没事我就从那个南五环溜达到那个啊什刹海那边。他有个外号叫盲流子。这包我翻的不好，不能翻，我是该溜子。还东北人吗？盲流啊，没事，我就派客给你叼去的。没事啊，我就溜达达达的去找人家曹老师的腹肌啊啊玩去。哎，对了，愿意跟老头啊，随便去下个象棋呀、啊。呵，哎，老头象棋特别好啊。哎，下棋下的特别好。对，哎，我没事，我愿意哄老头玩啊。前段时间啊，我还去找老头呢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甲流了，我也没回去。我爸爸甲流是你传染的。要说是可能您有点间接的关系啊，确实那天可能也动了，是那天动了。对，我们到门口，人家里边有那个看门的大爷啊，哎，张叔啊，对，嗯，老员工，哎，老员工张叔啊，张叔，我说那个爷们儿，那个张大爷在家呢吗？你问张叔，张大爷在家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爸在没在家呀？我爸怎么会是张叔呢？张大爷。张大爷不对，应该是老爷子就行了啊、哦，曹老爷子。哦，曹老爷子。对，你姓曹，你爸爸也姓曹。必须巧了，你不想姓？不想。司马师弟在家跟我没关系。虽然有世仇，不用。俩字儿，你改叫曹贺，你说多厉害？多不厉害？赵云、曹贺，不用。咱们齐乐玩就哎。在家呢，嗯，在那个正房正玩呢，啊，玩着呢。哎，哦，我说那我瞧瞧去吧，去去。到正房啊，一掀开这棉门帘子，那四合院吗？对，晚上还是有点凉。棉门帘子，哎，绣着大牡丹花那种棉门帘子，哎，牡丹花，哎，讲究啊，哎呦，真亮啊！哎，侧身进去，哎，里边，哎，有暖气。啊，对，都后来吗？哎，哎。没改电啊，对，哎，电暖气，哎，弄个电暖气啊，然后呢，边上呢有壁炉，对，行，我爸都烤的挺干的，边上有壁炉，中间呢又弄个煤球炉子，不太情调，烟囱呢在里边转圈，我爸是汗蒸的，哎，然后呢不转出去。啊、哦，不转，不转，循环。哎，对对对，他爸就喜欢，哎，吸那个一氧化碳运运功的感觉。不行了，到极限的时候撩开帘子喘两下。哎，他爸一人在屋里躺着，干嘛玩极限挑战？老憋着没？哎，你得甲流还难受。那可能不是你传染。老头说让我得甲流，我好受两天了。跟屋里躺着。说爷们儿。还在吗？把您喝叫来吧，快给我标头。我说爷们儿，别开玩笑了，哎哎，我给您打一点门门帘子啊，过点凉风。是，这屋里太热了，主要他也怕死，对不对？我看您都热干了都，瘦啊。我说那个，哎，最近您没出门，嗨、哎，这出得去吗？嗯、我得跟这偏煤球啊，对不对？老烧这个得盯着，那壁炉得绊子还得劈呢，都得弄，那光体力活啊。这个听说，我听外说啊，啊，闲聊天呗。说您家里边，哎，有宝贝。宝贝，这什么年头儿宝贝？家里是不是有宝贝？那宝贝多了。你问谁呢？豪鑫呢？你等会儿，你问谁的？什么宝贝？是单独装宝贝？你妈也买，你也买，都在家里边，谁还没古董啊？没俩值钱玩意儿啊？啊，行，那你接着说啊，那我立刻说。说家里边啊，就是您这么些年吃不穷、穿不穷、花不穷那个什么呀？说实话，什么？就趁着家里，我听说趁着聚宝盆，聚宝盆，嗯，什么东西？你小子怎么知道的呀？啊，哪个公众号写的？就看公众号了，是公众号。有一回，
曹阳喝多了，当着大家伙吹牛来着，说我们家趁聚宝盆。嗨，那不是连蒙带唬的说法，我们家不是真有。这倒行不行？这个呀，这嘴这松了、啊。哎呀，为什么说呀？啊？我说真有啊。你看，是完了，让你小子给炸去了。行了，今儿你都知道了，你也不是外人啊，走吧。干嘛？带你看，我们家真有这聚宝盆吗？啊！老头带着我出这屋啊，皮衣大衣啊，哎，有那个貂皮大衣啊，得把屋里热气存住。哎，披着这貂皮大衣、啊，往后院走，往后院。哎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啊，找一个都看不清是什么一面墙，墙就这儿啊，这是有屋吗？别着急、啊，哎。扒拉开了，哎，有那爬山虎啊！啊，扒拉开了，有一扇黑的大铁门，哎呦，那就是墙上有着爬山虎挡住了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跟这墙就一个色儿啊！哎，上面有这么一个特别老的一个大锁头，哟，我都没注意。哎，老头腰里边啊解下一根这么长的裤腰带，裤腰带干嘛呀？这么长吗？拿裤腰带开锁呀？正好吧，这一圈儿，你爸干个飞贼呀、啊，全是钥匙啊，一大把都拴钥匙。对，哦、要不然外人拿着开开门不就进去了吧？哦，哎，一串钥匙，哎呦，哎，跟着开锁啊，开了大概有这么二十分钟，那么长时间。老头说：“我忘了哪把钥匙是了，要标上点儿。”我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？啊，是啊，这不挨个试着吗？啊、一个还得卖老师，一个一个试完了之后，哎，终于。啊，早晚得打开门开着，屋子里边一片漆黑。哦，平时估计也不来人。哎，没人啊。对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哎，小声嘀咕。哎，顺着门缝进来之后，这老大铁门关上，关上，滋啦滋啦滋啦，特别渗啊。哎，烧饼，哎，咱们今天呀，哎，老头儿干嘛呢？什么毛病啊？一惊一乍的。声控灯啊！这屋里桌子声控啊！对呀、啊，哎，救命啊！哎，爸真会玩儿啊！这半夜不知道以为闹鬼呢，从后头摸小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一代，哎，这个现在啊是大家长，大家把开灯的事儿省了，别叙述。这个大爷年轻的时候啊，就多讲。这些年啊，哎，讲堂不用开巴掌也行，老头一边说一边掰巴掌也行。哎，你知道现在啊，现在你看，现在什么毛？你这样你，他得想啊，想啊，够一定分贝才能练嘛。啊，哎，大爷啊，年轻的时候、啊、来这屋，嗯，剁腿，剁腿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。一脚一脚，哎，啊、一跺脚啊就亮，这灯就亮。现在楼道里也是，哎，啊、一跺脚灯就亮。是，哎，来的次数太多呢，啊，这条腿短，哎，一跺脚的，他就摔跟头，一摔跟头，我一喊呢，灯它也亮。后来呢，我就喊了，早不应该喊。我大爷不对呀、啊，你光蹲这腿不行啊，你现在改蹲这腿呀、啊，两边不就平衡了吗？就出了馊主意。哎，我说大爷这么着，您说，我替您拍的啊。对，行。哎，他倒是会这个。哎，我拍，拍在板上吗？对。太好了，小子。嗯、啊。是不是啊？习惯了，我让扎眼。让看，让他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，还是拍手吧。不是，他说话进这屋了，一进这屋就习惯啊，习惯。我们不习惯呀、啊，这是。我这没有包袱，就没有。哎，今儿让你炸你，看着那个状态在哪儿啊？我们家这么有钱，调了一个时间这么短的生活。我刚反应过来，什么生活都这么省电。笑着算吧，兄弟。对，要老头累，吃不行，话不行，话不行，就这么的。要不曹老师当演员，逻辑重音。行行行，咱也不说这声控灯了，早就不应该说了。让您各位想象，哎，
就这聚宝盆得什么样。哎呦，那天吹牛时候不说来着，因为一记上自个儿的玩意儿就开始起范儿，所以有那么长的吗？现在都站到门儿去了。不是，人都见了，年画上有啊。哎，金银珠宝珊瑚树，一个黄金的顶，上面都是摆满了。我说这闪闪发光，闪闪发光这哈喊声。那不得有亮的是浪的呀，有亮的时候它才发光嘛，没亮的时候你当然看不见了。不是不是不是吗？哎，老头一指，哎，老头不说一声不说，习惯了。哎，看，看，看，哎，我仔细这么借这微弱的灯光一看，地上扣着一个大铁锅，铁锅，哎，什么样的？就是过去那个铁锅炖那个。那个大铁锅，这么大个儿那个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、没那么大，不是大铁锅炖的呀，反正就铁锅炖啊，哎，这么大个儿那个大铁锅，这东北这玩意儿多呀，嗯，哦，这宝贝就啊带过来了，这就是，哦，这就是聚宝盆，宝贝儿，你咋这样？让你今儿见见，我就见见见，把这锅啊扣着放着吗？啊，扣着啊，翻过来，哦。打这大拇哥上啊，掏出一扳指，啊，对他老盘着玩的那个，嗯，黏黏那块和田玉的扳指，啊，上面温润如玉，啊，就好啊，哎呀，温润如玉，它本来就是玉，好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汉白玉的扳指扽出来之后温润如玉，汉白玉不也是玉吗？不重要，汉白玉是台阶大理石的，啊，温润如玉，啊，这个比喻不恰当啊，跟羊脂一样，羊脂玉，对，羊脂玉，反正就跟那个羊尾巴油似的啊，别说树脂的不，这么比喻的比较贴切啊，羊脂玉的扳指啊，特别润哦，啊，自己一看都透亮。哦，哎，就好，就买有一股油膜儿啊。行，你甭管那东西，然后哎，就好啊。前两天啊，不知道大家伙关注不关注拍卖？啊，在香港，马未都老师参加那场拍卖啊，一盒六个，啊，拍了三个东西，不了解，他真不了解，我想捧两句，就说那六个啊，都比不上老头这一个。就说好到这种程度，这一个就能攒下六个了，是吧？就比那六个都值钱哦。拿起来，啊，丝毫不在意，啊，往那锅里边一扔，不是摔坏了，嗒啦一声啊，灯就亮。咱不说不提这灯的事儿，就这么清脆，啊，然后这灯一闪，啊，老头猫腰，啊，把这大扳指啊戴在手上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扔完就拿着。你瞧这玻璃头，怎么样？还有一个，重影，重影。哎，这玻璃闪重影，拿出来，还都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啊，还有，这还有呢，俩了，拿出一个，还有一个啊，拿出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哦，不一会儿啊，这儿都堆成小山了，这么多。我说爷们儿啊，不能再拿了啊，再拿您这都不值钱了。您这就。就改潘家园了，知道吗？白纸没绳儿，拐一溜胳膊的，六个装一盒就拍。哎呀，人那六个不一样，您那六个都一样，我坐着前楼带过的，前楼有六个大拇哥呀。你就说这六个是葫芦娃带过的，还手娃，有一个隐身的，你拿走。隐身的带扳指，扳指也隐身了。反正这是个悖论，但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接着说，然后呢？还有吗？你说刘小龙童戴了一个耳机的，他们代表六，粘六就算。我说不要了，老头儿，啪，这灯嚓又亮了。把这锅扣过来，啊，翻过来一看，怎么着？没有了，空锅。哦，就只要这扣，我说一开始怎么是扣着翻过来？这么神吗？不是，这太神，别的行吗？没问题，别的也行，让人长长见识。哦，哎，哦，开始兜里拿着手机，手机，新款的啊，
iPhone 14 Max Pro。 你能记住这几个词儿也不容易，因为前两天刚买的手机壳。1TB 啊，一个 T 啊，一 TB 的内存，各位啊，一 TB， 1.56万啊，嗯，你就需要想表现这个东西的价格，分期得16800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分期，哎呦，我这分期的钱修路灯好不好？就说这手机，哎，给你看看怎么着，屏幕啊，说亮就亮，那得好使，哎，你拿那个开手电筒也不老好。打开这手电筒，瞬间助力量啊！行，然后呢？给你看看啊！啊，一开屏幕啊，看见没有？哦，嗯，打开了自己的这个微信的零钱包啊，都有啊，里边啊啊，零钱包里，各位啊，存着5000万，5000，微信里放了5000万。这零啊啊都是两行，我还没见过，咱不知道是各位谁见过那么些零的钱，在屏幕上显示两行。后边六零不得了，两老头眼睛花呀，这零调的大，那就能理解了，就为也是为了显钱多吧，是吧？字儿也大啊，是啊，看见没有？这不叫钱啊！看啊，支付宝打开了，支付宝里呢？哎，支付宝里边，蚂蚁借呗，蚂蚁借呗，人家的信誉度 啊，能套现1亿，谁有这信誉？没有，你有吗？没有。哎，这还没看裸贷呢，你再把老婆照片都给我，1亿的信誉度，自己。余额宝里边的存款，嗯，哎，1亿，哎呦，你想每天光吃利息，啊、嗯，你坐3月公交车都花不了，瞧瞧这个追求，这么多钱干嘛还裸贷？没人让老头裸贷呀，我可能关注重点都不一样，就老头愿意贷的话，反正能贷出很多钱。行，带这手机干什么？就里边这么些钱，嗯，看见这手机了吗？嗯，啪。往锅里这么一扔，哦，然后拿出来一个啊，锅里还一个，哎呦，把这手机打开啊，开个屏幕，怎么着？看一下，怎么着？微信啊，余额啊，5000万，这还有，嘿，还有您等会儿，支付宝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里边一个，这他妈用的不是一个账号。我这是觉得这挺牛啊，我下巴都掉环了，各位，乱七八糟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这不重要，咱就说那个手机，我前襟都湿啊，我当时我都吓傻了，我都。你可能是尿了，是，那我还能往上尿，开心。不是太厉害了啊，这太厉害。这古玩高科技全行，都能变出来。我天，不要了啊！好家伙，谁拿你手机都能出去花钱去，到时候啊，是，我说赶紧不要了啊！老头把锅啪扣过来，哦，翻过来，空，确定了，这是使用方法。太厉害了，各位，我爷们儿今儿长见识，是，今儿绝对长见识。哟，您放心啊，今儿这事儿出去，我绝对跟别人我只字不提。你今儿提的还少，我们家东西我都不知道，他们谁信？对，反正我信就行。哎，他没人信啊，对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再说他们去那儿，他们也找不着那口锅在哪儿。对，你说的够具体了。他们到那儿，哎，对，不要再说了，就藏住，藏住，藏住这个事儿，藏住。我说爷们儿，今儿这事儿。只字不提，不提，不能再提了。说实话，看着老头这大横劲儿啊！啊，怎么呢？封口费，封口费。哎，拿着随便拿着一手机来啊，一刷啊，马上就解锁。那都自己的手机，马上就解锁啊！哎，从那个我的那个对话框里边啊，给了我转了200块钱红包。也是我爸太抠，给你个扳指好不好呢？我抢了80，还是抢的？老头抢了120。
创业了。哎呀，不是爷们儿，行啊，没这个，咱这关系，我能出去说去吗？哎，不能。得了，您跟这儿收拾收拾吧。别介，宝贝儿，怎么着？揍，揍没揍你？揍你，别揍。您回去吧，回吧。哎，就是您回去，您把这手机都打在那个摄像头、闪光灯什么的啊，对，别带好了，照点亮，别啊。我看您刚才那屋里都烤干了，现在嗓子都劈了。我说您回去，不要，必须送啊，必须送。你别送了，我这屋不是老来，假驾驶还客气，必须送。我说你别送了，回去。要玻璃？喂，怎么了？我这劲儿大，那健身玻璃。我各位，我推荐45公斤跟玩儿似的，那一下我感觉我没使劲儿了，老头儿身体呢没多大，而且你再给他推又坏了，而且老头的左右脚的不一边长嘛，别提这事儿，他但凡站不稳，倒退两步，咕叽儿，坏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掉锅里。你说这样别老摔着，我还没找着这地儿呢，我也害怕呀。不是，赶紧起！哎呀，真是跟您说不让您送班，不是吧？来，爷们儿，哥俩好好的，来站这儿呢，好来，哎，您二位往那边坐坐。没到十分钟，弄一屋子这玩意儿，哪玩意儿？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啊？让你妈也为难。留哪个不留哪个呀？我都送你家，像话吗？这说的，是人讨厌。就说人家家里有钱，而且也能做大。有钱是有钱，但人家刚才都说了，善于培养孩子。啊，那倒也是。为什么这么培养他呀？为什么呀？喜欢他，爱，溺爱。溺爱看不到，我爸我妈怎么教育我的？为什么溺爱？为什么能理解？啊，老来得子啊，那倒是，对不对？嗯，他们老头儿，你想想，要孩子要的晚，是，你大概是70多岁，行了，70多岁太费劲了，50多，50来岁，对，才有他，嗯，那真是捧在手心里啊，啊，拿他当奶茶，哈哈哈哈的优乐美，就突然想起这事儿。含在嘴里都怕化了，哦，没地儿拿，没地儿放，天天哄着玩，是，最爱带他逛商场，啊，就遛弯呗，对，也是有显摆的心，哎，对，有儿子，把儿子扛肩膀，是，哎，走哪儿去，嗯，哎，肩膀都热热乎的，怎么我走哪儿拉哪儿啊，我，应该热乎乎的，这孩子扛肩膀上，这不热乎吗？啊，也对啊。能自发热是吧？你这夏天也热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。抱着你爸这脑门，啊，老头带哪儿都显摆。是大儿子吗？啊，哎，我儿子，嗯，啊，哎，曹小阳，哎，这话不要从你嘴里说。老头显摆吗？到哪儿都跟那舞狮似的。哎，咚咚咚咚响，咚咚咚咚响。哎，太高兴。是。哎，为什么小孩爱过生日？买东西，嗯，买玩具，对，老头也是，嗯，随着他，是，像什么就买，像我们家那孩子，嗯，逛商场一到玩具店，嗯，买，嗯，姥姥，对，今儿不让你买，你就不许买，对，少买得惨了，跟着哭，哭吧，哦，哎，哭一会儿。他干的出这，哎，多的别人给你买，咱得走。啊，什么家庭这是？就说这意思，不许买是绝对不让买的啊，也有道理，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。对对对对，孩子是就得管他不一样，我怎么着？他不买，他爸主动给他买，这就哄我开心，花钱吗？对，只要曹老师看着的东西，嗯，他爸就接着。啊，那平时估计我是戴着眼罩的，这有多少钱？这当然也不是随便一扫啊，盯住了看啊，吸引我。哎，啊，进商场没有5分钟回家，为什么呀？买不了了。哦，看了那么多，哎，花钱花太多。哎呦，买了2个电梯，哎，2个服务员，服务员就买，还有一个美妆的柜姐。行，那仨是给我爸爸看的。
确实确实哄他嘛啊，对，就喜欢。小时候带他去西单，西单啊、哦，西单大家伙儿去过吧？嗯，老北京人都去过西单，啊，西北京人都去过。西单是一个旅游胜地，嗯，有一个地儿叫君泰，君泰啊，百货，现在没了啊，嗯，还有吧？哦，是过去没有，后来有。咱很少去西单，因为那地儿消费太高。啊，那地儿消费都高啊，消费高。你想从我们家走过去挺远的，我们家住八外头，对对，人家老去，嗯啊，就是太来君泰啊，是不是你说？对，我站岗没事完了我就溜达溜达，到君泰，喷溜达的，哎，骑脖梗上啊，哎，手抠着他爸眼珠子，哎，是我不让他看我看，什么意思？你拽点什么？哎，你看，哎，习惯了，就是的，哎，左转，右转，很好玩的，哎，停，停，就差个江河，哎，往那一站，又看什么了？看什么呢？你跟那儿低头，嗯，卖什么的啊？平时啊，这东西商场里没有，哦，都得赶上什么呢？农贸市场啊，嗯，大集呀，哦，这个有卖，什么呀？一个穿着，反正就是一看就是。干活的农民啊，然后呢地上放一盆盆儿，哎，对了、啊、盆儿里边呢有一个圆盘子似的，什么呀？肉的，肉的圆盘，哎，边上的软的，软的，边上是软的啊，然后四条腿儿，还有腿儿，哎、啊、脖子呢、啊、有这个伸缩性，哎，哦，嗨，过去叫什么？这叫卖金龟的，对啊，就是王八。哎，你别拍我行不行？你眼睛看这个，那很神奇的东西。因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东西你没见过啊，这玩意儿说伸出来就伸出来，说回去就回去。天赋嘛，有伸缩性吗？不是？哎，他看的玩具就是遥控的了。啊，他以为这玩意儿是电的呢。不是电，没见过电王八，这位。哎呀，拿个电线丝扔水盆里也能电，好家伙，太神奇了！啊，他一眼就盯这王八了。啊，王八啊，一眼就看见他了。啊，那证明我小时候叫绿豆，是吧？两个人四目相对，啊，感觉冥冥之中就有这么一个缘分。好，真有缘分啊！哎，当时他一拽他爸爸耳朵，停，啊，停住了。啊，他手一指这盆儿，嗯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说话先引起人注意。哎哎哎，买爸爸，这什么叫买爸爸呀？就你那意思，说话不利索，小时候啊，是小时候不利索。你指这王八呀，就让你爸爸买这王八。啊，就让老头买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你爸爸看这不是王八吗？啊，对，这不能买。啊，这玩意儿咬人。啊，咬人。王八咬人不撒嘴。啊，对，得学驴叫。嗯啊。哎，行行行行。不能买。啊，不买。咬人。啊，你指这王八。哎，不咬。啊，不咬。哦，还得这么这么。啊，那孩子喜欢问多少钱吗？啊，平时这东西按斤要。哦，这位一瞧，嗯，你爸爸年纪你这岁数。哦，好家伙，宁可要跑了，不能要少了。做生意都得。哎。这玩意儿最多啊，三百二，三百二。哎，对了，那吃的六十一斤吗？啊，你瞧你，吃六十一斤，都是为什么？经常逛菜市场，哦，我都赶上这王八翻盘的时候再买。这个多少钱啊？嗯，这位一瞧，一千，哟，翻出去不少钱呢，这可不？哦，一千。你爸，你这不骗人吗？对呀，一千块钱买它，是不买了？不买了，走。嗯，你不干，嗯，买。哦，还是想要。贵呀。嗯，爸爸不贵。你等会儿吧。什么叫爸爸不贵呀？你的意思呀，爸爸这东西都不贵。啊，我们爷俩说话得带一翻译。嗯，买吧，买呗。一千块钱输给他，回去看着玩。买回去。啊，哎。你爸爸开心了，花一千块钱开心，那可不吗？啊，您想这一千块钱，您玩他不玩别的了，反而倒省钱了。啊，就那个售货员什么的都不要了。对了，啊，售货员柜姐都不要，不要那个行吗？哎，对了，就玩他了。我妈也开心了，人家平时玩王八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弄一盆里养着，啊，没事拿小棍儿戳戳，啊，捅上，放出来，啊，扒拉他了他，往前走。啊，是，好老师。打小人家就会玩，哎，这话说的，
人家曹老师打小就会玩啊，拴着王拿两根绳啊，拴住这王两条腿啊，俩胳膊俩腿拴住了啊，背上。背上，哎，这王八头在椅子屁股后边这来回转悠，哎，当个小书包，哎，当个小书包，王八这辈子都没想到，我这人这么给玩了，我还能当书包，哇哦，我真是一个新潮的王八，他还会玩，还怎么玩？哎，拴住这王八俩后爪。好，两个后腿，哎，拿绳拴好了，啊，跨脖子，斜跨，哎，啊，斜跨，对吧？哎，你背王八吗？嗯，啊，这不是王八，什么呀？这是军用水壶，这就水壶，哎，还是拴前腿，为什么呀？你拴俩后腿，他这脑袋瞎动吧，指不定咬着我呢，太危险，没事，哦，没事啊，他还会玩，还怎么玩？还会玩啊？哎，拴这王八啊。尾巴上，啊，哎，哪根绳拴尾巴上，啊，哎，王八上边壳下边不有盖吗？啊，对呀，啊，哎，扣着吗？啊，中间有槽，啊，哎，他拿这绳，就这槽绕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缠好了，然后呢？这边这绳头啊，套手上，套手上，哎，走你，走你，我打小就这么聪明，哎，王八没想到，我这辈子能当溜溜球。对，王八就是这么说的。王八没想到我是猪。哎呀，王八好家伙，这就扔出去了，跟这儿来回来去晃。王八这脑袋上下看，哎呀，王八说：“我头一回啊，看这三 D 的天儿啊，原来都是左右上下，这回看个遍，就爱这王八。”哎，家里边组织家里边员工干嘛呀？抢王八玩。王八怎么抢啊？王八啊，扁片吗？啊，对，扔。哦，哎，接。这个运动最近似曾相识，这个。哎，拿王八当飞盘都快撇着啊！哎，王八来回来去转。哎呦，王八卷圈的看世界。没想到啊，王八转的多好。我没转过，我不了解这个心情。我不是不看，王八一点都不配合。哎呀，跟这转呐，王八都吐了。王八说：“我太干了，我怎么落他手里了？”晚上他要搂着王八睡觉，就爱，就是喜欢，就是喜欢。嗯，朕王八睡觉，当然能寿活千年。这行吗？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，没听说过。他爸爸说：“不能，嗯，这不行，嗯，这王八回头咬你。”对，我这镇着王八，王八脑袋甩过来可怎么办呀？这对不对？扬一嗓子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对不对？顺着脖子咬咬你那个小舌头，小舌头，哎，给你咬死了！我跟你说，不至于，但是不能，确实不能。王八现在恨你，跟老板儿吧。王八这会儿眼睛都瞪大了，你想置王八于死地，王八也得置你于死地，对不对？互相来，对不对？你咬他，他咬你啊？这都不重，不要报复。你爸说不行，嗯，这玩意儿不能玩，嗯，哎，拿一花盆啊，把王八塞住，啊，扣上，哎，扣上啊，转过天来再玩，嗯，谁想到晚上家里边有那个扫地的，嗯嗯，巡夜的，是没瞧见，哦，扣一花盆，啪一踢，怎么着？那王八跑，啊，俗称就是越狱，对，王花盆一扣过来，王八看看月亮。跑吧，各位！我等什么呢？我再落他手里，我胳膊腿全没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成一肉枯枝啊！赶紧撒丫子跑！第二天早上起来坏了，他找不着王八，那我还爱着呢，还。哎呀，他跟这大哭大叫，啊，王八丢了，王八丢了！家里边真是爱的。是，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啊？他爸爸心疼了。哦，来，怎么着？拿绳啊，拴我，抢我玩。我爸爸也太没溜了，那至于那么宠着我吗？就是爱你，你也太爱了。主要为什么爱你啊？为什么呀？生你的时候不容易，能有多不容易？哎呦，一遭怀胎啊，十月分娩。十月怀胎，一遭分娩。不是一遭怀胎，十月。我就说这王八记性不好。
遭怀胎，十月怀胎，一遭分娩，是不是有的一遭着？行了行了，不要再细说一句了。怀胎十月啊，人家都十个月呱就生了，嗯，到他这儿就行。我怎么了？十一个月，没动静。老话说得好，过月的小子贵如金。怎么样？十二个月，那过得更多更好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有个历史典故，秦始皇他妈生秦始皇还十三个月。十八个月呢？哟，那这就有点长了。对呀、啊，保质期就到十八个月啊。说话要了亲命了。嗯，好家伙，家里边着急呀、啊。嗯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怎么着？找了一个过去御医，御医哦，就宫里的呗。对，后人给你看病。是啊，白发苍苍啊，那老头，老头啊，有胡子，白胡子啊，白胡子老头吗？啊，主贵吗？没有主棍儿，蹦白白白蹦，哎，捋着胡子，拿家里药箱就来了。啊、到这儿，你给你母亲一号脉。啊，你恭喜呀、啊，恭喜，怀孕了。哎，废话，十八个月肚子那么大，看都看出来了。哎呀，报喜得报忧啊。怎么着？这个您夫人给您怀了一位令郎。哦，令郎。你爸爸叫狼，白眼的四眼的，哪个老狼崽子啊？我这么一摸脉，应该是个四眼的。这个狼大公子，哎，果不其然，果不其然，是个四眼的白狼啊。这个报喜，报喜也得报忧。怎么呢？现在需要这个开点药。哦，开药。哎，主要开药不好用。药引子难求。什么药引子？需要铁甲将军一队。没听过这东西，就蛇浪。哎，没听说我这药里边能放蛇浪吗？那不是你找一个，你最不济你找个粪场子，哇，你一浇就出来了。粪场子叫蛇浪啊？那是药材吗？那不蛇浪吗？药材讲究产地啊，人参得吉林野山人参，嚯、啊，肉桂得越南肉桂，啊，橘红得化州橘红，哦，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干嘛还印度啊？印度靠近赤道，它耐热呀、啊，它到了肚子里边，它死不了啊。活的多新鲜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爸爸凡人脱壳，从印度进口两个屎壳郎。好家伙，海关这人都傻了，也没见过这、没有进口屎壳郎的呀？这得，好家伙，这屎壳郎可不容易啊，太不容易了。好家伙，活的啊、哦，还得是活的。哎，一公一母，哦，一对儿。哎，对了，哦、太难为你母亲了。是，不能嚼啊、哦，生吞活咽。哟，那怎么办呀、啊？好家伙，两个屎壳郎放在舌头上、生吞活咽，下去了。哎，没有五分钟，你母亲肚子叽里咕噜乱响，你是坠下山洪楼，哇哇的坠地。哎呦，这东西太灵了。没个不灵啊？怎么呢？屎壳郎下去推着你就出来了，粪球啊！长春的时候演，结果这个节目没演上，结果没想到今天他也没听。老晋是老晋，你找老晋去。多孙子啊！他为了回天津给我弄这么一个节目啊！这个节目其实还是不好演，老节目，对，有点难度吧？啊，因为这个节目现在有点脱节。对，与时代脱节啊！一般节目效果不好的时候呢，演员都这么快结婚。这确实太老了。但是还是努力的去完成。也是得传承下去，哎，传承下去。嗯，其实演员就是这样，平时呢就是观察一些生活，哎，好多这个节目有些是即兴，有些呢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积累。对，哎，对了，比如说刚才那个声控灯呢，其实就是积累。哎，他刚才真是没少那么干。你怎么老拉着人楼道聊天？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第一呀、啊，就是一声控灯啊，而且经常的接触不良，就喊嗓子都有点喊哑，配不上。来人生活啊，有人一关门，砰一声，
啊，就是分贝不够，所以它不亮。咱捏不准啊，确实就这就是演员嘛。对，平时得积累。是，当然你说演员最细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啊，经常的积攒积攒。对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曹老师这点其实做的就好。我又怎么了？我这老往我这扯了。废话，没有聚宝盆啊，没有聚宝盆啊。废话不说，你说谁啊？跟你说老金。我生活当中就那么点事儿，没事儿，反正这人也随和啊，走哪儿呢就愿意什么做好事不留名啊，哎，这不应该吗？扶老太太来回来去过马路，来回都已经很过分了，什么叫来回来去过马路？就是这样了。哎，别拍我，我扶老太太过马路了。不用佩服我呀，反正有这习惯啊，看就有需要帮忙的呀，哎。哎，对对，动哎，谁家狗丢了啊？那就着急。我也知道，哎，但是一定找就找啊。废话，哎，狗比我跑得快了。你练练，我疯了，我练这，你就是不爱运动，连狗都追不着啊。没事呢，经常的，比如说上公交车啊，让座，哎，这应该最基本的美德，哎，比如说嗯。前两天，嗯啊，我们从那个机场回来，啊，坐那个机场的那个叫什么？快轨。哎，对，快轨。啊，快轨。而我一直都这么叫，你就骗我了。坐这个机场的快轨啊，他就让座儿，哎，让座儿应该啊。门一开开了，啊，有一抱小孩一大姐刚下飞机，是，他就给让座儿啊，应该。你起来，大姐坐这儿。这是我让，我这逼着人家给让座的，就是你的意思，希望大姐抱小孩有个地儿坐啊，你姐好心眼，哎，那人站起来，嗯，大姐坐这儿了，是，哎，这大姐挺客气的，嗯，谢谢二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这个勇敢的壮士，谢谢啊，抱着孩子，孩子，你看他跟这站着，我有病，我得这么站。这不来着栏杆吗？这么着站着来栏杆，我就孩子也不知道是刚下飞机有点水土不服啊，还是看这模样啊，恨的，不仅看我恨的啊，跟着哇哇哭。哎呦，他们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啊，一看这尿戒子呀，啊，没事儿，就尿戒，不是那叫尿不湿。哎，对，尿不湿。啊，哎，一看一摸没事儿啊啊，估计孩子是饿了，饿了，那奶瓶喂吧，那这天儿。还没到夏天呢，啊，那喝凉奶不窜稀吗？哦，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尿不湿都止不住，对不对？那就忍着点，那你这还有一段距离呢。那不行，孩子饿跟这哭啊，打扰别人不行啊。那想想得喂吧，怎么喂？你们家没孩子呀？有孩子，我意思就是现场就喂了。那怎么着？下一代再喂啊？就喂呗。对不对？再说这个谁不理解呀？理解理解，我孩子不理解。来，真是很大了。来，对，来，孩子人也多，是也换环境了，老砸嘛。对，他不吃，不认真，集中不了注意力。母亲也有点不好意思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，是不是？嗯，不吃让叔叔吃了。这话听着吧，这位脸上就有点挂不住。你像平辈儿都听过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吃让哥哥吃了啊？都咱弟弟吃，咱都听过，对都吓唬孩子，小时候到他这儿，哎，快点，不吃让叔叔吃了。我这事儿，关键你说你小声嘀咕也行啊，大声。啊，这大姐还让着。对呀，啊，你说那快嘴的车厢又不是声控灯，你喊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这亮，快快吃。不吃，让叔叔吃。啊，这位啊，实在是点儿挂不过去。大姐，你行啊？对，差不多。你嚷嚷什么呀？这么多人呢，你说两句吓不吓孩子？饿了。再说，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啊，宝贝儿，我也得说你两句。说他什么呀？你吃不吃的？啊，你给叔叔个准信儿啊！叔叔。